库，前面有好多金蛋，好多金蛋哦。那么我们今天就差不多玩到这里。今天礼拜几？礼拜四。礼拜四，那就礼拜五或礼拜六，我猜应该礼拜六吧，可能会开个台再来玩一下。对啊，那再来就是这是什么？就是下礼拜了。礼拜一会不会玩不一定哦，先说不一定，因为我们中秋节要去烤肉，然后不一定礼拜一会回来，要看那个阿谦是礼拜二才要回来，然后我一直在想要跟他一起回来，还是要提早回来，然后可以开台啊，弄东西，对啊，就是我也很犹豫，好不好？大家就是见谅，就是中秋节必须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乘这个飞行艇作为今天的 ending 吧，让大家见识我这个从夏威夷学到的开飞机的技巧。没有啊，你上不去啊。为什么？不是啊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会开飞机啊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啊。可是他不让你上去啊。我在游戏里面学会开飞机这么多年，我开飞机技巧很强哎、欸。你知道玩那个雷电，各种可以躲那个武器的攻击，很强哎、欸。李恩跳上去啊，跳起来，jump， 哪一个按钮是 jump？ 空格键吗？够了。好吧，看来这可能是游戏的小 bug 啊，我不知道日文版可不可以同时全脱。对啊，今天就差不多玩到这里，好吧？大家中秋节也可以去烤烤肉。对，安全烤肉。吃，对啊，开心玩，出魂82个小时啦！哇哦！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大家再会喽！再见喽，拜拜！不。